的名称有因为发了新歌之后从万人迷改成其他的，加了一个这个我们风暴眼的这个 OK 的手势、哦、对对对，在我们万人迷后面、哦、然后大家有在朋友圈怎么写一些比较精彩的文案宣传一下？不发朋友圈，发了很多，我真不发，我发，大家都发了很多，就是发各自的帅照，是吗？发我们合影啊，微博也发，就是 MV 出来第一刻就收到大家好多，就是大家没有看过的图，都是私藏着，就等 MV 发出来，然后赶紧发。谁是你们之间就给彼此点赞最活跃的？点赞最多是他。啊、嗯，我经常给博远的，对他经常点赞、哦，就基本上我都点赞。因为我们团就是最喜欢发朋友圈的就是远哥。有朋友圈有一个功能，可以选时间和月份，它其实你可以滑，就是以后你看那一天发生了什么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他发的也太长了。就包括他今天就吃了什么菜，他也要发。你往前翻，你就说哦，就有一个，你懂吗？形成记录本的感觉，对对。Please by my side.